天哪、啊！我竟然跟我前女友的前男友，也是跟我现任女友裸体的男人睡在同一张床上，你的关系还真是复杂。好啊，那就简单一点，叫我表哥就好了。表哥，说了爱你，就会喜欢你的全部。原来这就是热恋的感觉，让人像奶油一样的天旋地转，融化在情人的怀里。厨房失火了。中视频道每周六晚间10点，上流俗女。